什么口罩不拿下来吃东西？防疫呀、啊。你为什么口罩不拿下来吃东西？防疫呀、啊。小杂毛。解封了，不用戴两层口罩啦，两层，怎么还戴着啦？朋友一生一起走，戴好口罩常洗手。啊，是呀。双层纯牛肉。独特酱料加生菜，起司、洋葱、蒜、红花，芝麻面包盖上去。哎、欸，我就是爱大麦克，我就是爱大麦克。戴好口罩常洗手。啊，是呀。有人说我防疫破口，赖叔够鲁威，我旁边是有人啊，有阿姨嘛。哦，我也不想带阿姨上班了，麻烦了她了。我有带酒精，酒精，爱煮爱煮酒精，我想喷水罢了。口罩爱数位口罩，我知道现在疫情太严重了啦，真的哦。啊，像我们跑砂石车的，也不是说砂石车啦，跑车的人一定要上班哦，不然我们哪里来的钱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我昨天下班哦，洗完澡哦，看留言，有人说我防疫破口，爱数破乳喂，我旁边是有人啊，有阿姨嘛。哦，我也不想带阿姨上班了，麻烦了她了。我有带酒精，酒精。爱煮爱煮酒精，我想喷水罢了。哇，口罩爱煮喂，口罩。没办法啦，真的。啊，你们真的没有事的哦，不要出门了啦。哇，我520那天我都没有去扎根呢。哇，你看我到现在